到这个票数的差距是还蛮大的，这球迷要赶快再来动员一下。哎呦，是触身球啊！哇哦，是打到手啊！哇哦，希望不要打到是比较脆弱的部位。嗯。满球数追求反方向的攻击，超出安打。哇，四爷真的太会打，今天手打席又是超出安打，而且从攻击来看真的没有太多的死角。嗯，而且又蛮会选，罗王会跟你讲说年龄不是问题。他昨天飙到150几，中间方向出现了安打，吴金龙太会打，现在林金凯绕过了三垒，要回到本垒这边，三垒 take 下来来不及，所以胡金龙的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，帮助同一师在这场比赛先持得点1-0。陈杰宪上到了三垒，就面对一个直插球掉进位置有出来哦，之前要找到比较好的击球的感觉，往中间方向带，就送出了一支安打。左岸伟文应该是唯一有机会可以接到的人。哦，这个感觉有点像往由上往下砍的这种感觉。因为以挥击的点来看，由上往下其实要攻击球板就比较困难。应该比赛中后段有机会来上场代打。挤压到的飞球在右半边，来看看落点。哎呀，刚刚好掉下来。现在一位的跑者回来没有问题。哎呦，二垒这边出局。要看李正廷说，来看一下，他觉得他应该是安全上垒。所以同事这边也马上提出二垒攻防战的一个电视辅助判决。第二分回来没有问题，2-0。在未来之星邀请赛都会打5场。再看看这个战机来打季军战跟冠军战，从6月6号就会开始。好，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结果喽。真相只有一个，哦，真的是安全上垒，很强劲，右半边又出现安打，这支安打可能要带有2分打点，第一分回来，哇，这个黑豆啊，现在捡球都是有点烫的感觉哦。这支安打带有2分打点，固大同一师的领先，今天在第一局就攻下一个4分大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